现在我们开始说明如何用 Grip Tool 来做这个替代，用频率分析攻击法来解密文。OK，那我们的题目就是 Problem 1.1，我们先把它的密文复制一份。那我们可以选择用 Grip Tool Online 或是 Grip Tool 的一的版本。那我们首先说明一下如何使用 Grip Tool Online。那连接到网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Grip Tool Online 的一个简介。接下来我们看选到 Grip Tool Analysis 的功能，那左半边有个 Frequency Analysis，点选 Test。那就可以看到右半边画面就是 Frequency Analysis 的输入画面。我们把刚才的密文贴上去。点选 Frequency Analysis，这边我们可以出现，这边分析出来一个字母的频率，其中我们可以知道 R 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那英文字母里面这边最多通常就是代表的是字母一，那第二多的话是 B，所以 B 的话有可能是字母 T，那接下来我们如果改用 Grip Tool One 的版本的话，如何来做频率的分析？一样，开启 Grip Tool One 之后，我们把刚我们的命文贴上去，接着在 Analysis Tool for Analysis 这个地方点选 Histogram。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出现的这个频率分析，跟我们刚才透过 Grip Tool Online 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命文做一个取代的动作。把 R 换成大写的，第二个我们要换的是把小写的 B 换成大写的 T。那目前的话就是透过所以英文字母的一个使用惯性，所推出来的一个最高频率的字母，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透过所谓的 letter pair，字母对的方式来反向猜测出这个可能的这个字母，其中我们看到那个 T P E，这个 letter pair 是我们常常英文常用的。我们猜测是应用常用的这个所谓的 THE，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把它换成，这个 pair 会让我们想要把 P 换成 H，P换成 H，OK，所以经过换完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意思是更清楚了。然后在其中我们发现有一个 TJ 的一个状况。那在英文里面 TJ，我们猜测有可能就是所谓的 to 的意思，所以这个地方会让我们把 J 换成英文的 O。我们把 J 换成英文的 O，OK，换完之后，意思出现一些有意义的字，然后在整个内容当中，我们再试着尝试去猜测它的意思是什么。那题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接下来我们从这个内容里面，我们再尝试找，
好，找到一个可能的配偶是 OKE，那 OKE 我们猜测它可能的意思就是万的意思，啊，所以这边小写的 K，我们把它换成大写 N，小写的 K 换成大写 N，好，替了之后，哦，就有一些意思又跑出来了，嗯，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猜测。哦，有很多的 O X 出现，哦，那其中有一些 O X 是出现在这个了的前面，哦，所以我们合理的猜测它可能就是 off 的意思，哦，所以我们猜这个 letter pair O X 就是 off 的意思，把 X 小写 X 换成大写 F。小写的 x 换成大写的 f，OK，接着我们再从文字里面再来猜它可能的意思。哦，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大概可以猜出来 not，n，哦，那。M 的意思有可能是 AN 的意思，not N 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这猜这个 M，事实上就是可以换成明文的 A。啊，小写的 M，把它换成大写的 A。OK，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在文字里面寻找可能的 letter pair。哦，这个地方啊，哦，是某个段落的开始。哦，在英文里面常出现就是 it，哦，it，哦，所以我们合理的猜测这个东西小写的 w 可能就是大写的 t，啊，大写的 i。小写的 W，我们把它换成大写的 I。OK。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发现说，这一句话 it not，通常这里边是一个 be 动词。哦，那 I 后面应该小 i 就是水 s 的意思，所以我们这边，哦，因为这个小。意思这个 letter pair，我们把小 i 换成大写的 s，小 i 换成大写的 s。哦，那我们再从整个字面文字中文章中再来找可能的意思，其中这个 eas，我们猜测就是 easy 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 letter pair 的小 t，我们把它换成大写的 y，小 t 换成大写的 y，OK，哦，那这样意思就越来越清楚了。哦，那我们接着在文章里面又看到一些字母，对，哦，其中就是 and 的。哦，我们猜它 d 就是换，也是对应到原来的 d，所以这个地方 and 我们把它做一个小 d 换成大 d 的动作，d 换成大 d，OK。然后接着我们再从头到尾把文章再看一遍。哦，我们发现说，在
哦，我们发现说这个赌 i 血笑的意思，SHAHH 可能就是笑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个 letter pair 的小 h 换成大写的 L，小 h 换成大写的 L，OK。然后接下来我们从后面这个消 t u y to，我们合理猜测它是 try to 的意思。所以我们把这个小 u 换成大 r，u 换成大 r。OK，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边这一行里面，我们发现 of shelf is the essence，essence，所以我们猜测 v 要换成 c，小 v 换成大 c。文字当中会发现有一个片语叫 according to，所以我们把小 o 换成大的 G，小 o 换成大 G。这个地方我 go into，这个单词 interpretation，interpretation，我们发现 s 小 s 换成大的 b，小的 s 换成大的 b。然后再过来，我们发现 the practice of the 什么 seek，我们这里猜测是 basic 的意思，所以小写的 L 我们换成大写的 B。小写的 L 换成大写的 B。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个 and mastery of self，这个我们合理猜是 mastery，所以小写的 y 换成大写的 m。OK，像意思越来越清楚了。那这边有出现一个这种单字叫做什么 karate，我们可以猜作是空手道 karate 的意思，所以小写的 q 我们要把它换成大写的 k，小 q 换成大 k，OK，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单字。在 basic 后面有个叫 more 什么 ment，我们合理猜测叫做 movement，所以小 e 我们换成大 v。小 e 换成大 v。OK，然后接下来我们发现，有个单字叫做 explain，说明，所以我们要把 a 小 a 换成大的 X，小 a 换成大的 X。OK，现在明文字母越来越清晰了。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发现，在 complete explanation one，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发现一个单词叫做 because。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猜测，小 n 换成大 U，所以我们把小 n 换成大 U，OK，because 这个单词就完整了，小 n 换成大 U，那我们一样读一遍，找还没有解出来的字，one。would 因为西已经大西已经换过了，所以现在小西要换成 W。One would 大的 W。好，那另外我们可以从这个单词叫做 recognizing 发现，事实上小 g 就换成大 z，小 g 换成大 z，OK，然后这边有个单词叫做 qualify，那所以 f 小 f 要换成大 q。F 换成大 Q，到这边为止，我们所有的 T1 都结束。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翻译出来的这个明文，用复制的方式，透过 Google 来做一个搜寻，希望能够找到我们。这个名文就代表文章的出处是哪里？果然 Google，不让我们失望。让我们马上可以找到，它是在这个《The Essence of Okinawa Karagi Do》第66页的地方。OK，那我们来对应一下，在这个地方。Because the place of the best movement of kata. Because the place of the best movement of the kata is the focus and the mastery of self is the sense of the metaphysics we currently do. I shall try to educate the movement of the kata. OK，所以到这边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很准确的知道。事实上就是这本书，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了。